姊妹，呢一张系呢嘢嘅圣像啊！入城，系啊！我哋喺呢度祈祷啦，系记得耶稣永进耶路撒冷，为我哋受苦受难。我哋经过整个四旬期，克己斋戒祈祷，就是为要跟随基督，悔改更新。所以今日是我们决心跟随基督，进入我们的内心，迎接耶稣到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的心要成为耶路撒冷，等耶稣来救赎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现在第二张图画慢下，这张是1860年的湾仔，这里是万茂里。有人说我们第一座圣堂圣方济各禅堂就是万茂里，今天 PP3 的地方，不是这一堆有钱人的，是这一堆穷人的。教会来到就是首先照顾穷人，特别是收留被人等了的弃婴，当时很多生了女就将她等了出家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我们教会开始以爱去见证。各位现在你站在这里是什么来的？以往是圣方济各孤儿院、盲女院、聋哑儿童中心，是照顾这些不幸的人。然后因为有孤儿院，就一定要有学校，因为有学校有孤儿，都需要医院。所以当时一间医院叫做圣方济各医院，这样去照顾这个区。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藉着爱，藉着教会进入了下环。知不知道下环在哪里啊？就是湾仔。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朝圣祈祷，欢迎耶稣藉着教会进入我们香港，来到我们湾仔。让我们一起唱出第一首歌，第一页。
在勇气的战争下紧跟随基督，迎接佢嚟到我哋嘅社区。大家睇到呢张相吗？呢张就系我哋塘区嘅第二座圣堂，系喺1864年起喺而家你企嘅呢个位置。現在你站這個位置，就是1864年聖堂的位置。我們第一間聖堂是在1845年在曼茂里，然後就搬到來這裡，一路服務到1922年，然後我們就在聖方濟各醫院作為我們的堂區。我們祈禱好迎接耶穌到我們的社區。主耶穌基督，你榮進耶路撒冷，你藉著傳教士、神父、修士、修女同教友照顾穷人，照顾孤儿寡妇，照顾病人，而进入了我们当中。你使到这个区就以圣方济各为名，圣佛兰士街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主耶稣，你同我们一起圣方济各街、光明街是最好的证明，因为那里就是孤儿院，旧称圣婴孩里。所以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湾仔这个社区。主耶稣，请你来到我们香港的社会。耶路撒冷，我们打我们的心，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心。大家看看这张相认得吗？列宁堂。什么堂啊？列宁堂。这个是列宁堂，是1950年打仗之后，这个社区很需要学校，所以起的时候是一间学校，基立学校，去教育當地的小朋友，使他們不單只有食物，都有教育。各位，所以聖堂起了是服務這個社區。時代變了，教育為先了，在那裡
我仲記得咧，好窮啊，所以教會呢就揾咗好多救濟品嚟，仲有喎、啊，好多係麵粉啊！而家我哋識食麵包啦、啊，以往嘅人唔識噶喎。你知唔知用啲麵粉嚟做咩啊？你有聽過㗎？喂雞啊！我講㗎，老師講㗎。咁啊，後來神父就見到咧，哎呀唔好嘥啊，就買咗啲機器咧，做咗啲麵條，所以我哋就有麵食啦。各位，仲有個笑話，有啲芝士，明白芝士嘛？一條長形嘅喎。咁咧，中國人唔識食芝士啊，以為係勞工揀用嚟洗衫啊！各位諗一諗，教會就係咁樣為每一個人嘅幸福奉獻自己，好似耶穌基督一樣。所以而家我哋祈禱，打開我哋嘅心。使我哋好似正話我哋講嘅故事一樣，能夠識得為人著想，愛人如己。耶穌話過，只有我哋彼此相愛，人才至認得出我哋係佢嘅門徒。主耶穌，我哋歡迎你進入我哋嘅堂區，進入我哋嘅聖堂，我哋讚美你。主耶穌基督，我哋歡迎你進入我哋嘅善會小組團體同我哋每個人嘅屋企。我哋每个人的心，特别我哋小朋友的心，我哋的学校，我哋赞美你。